觉得你地图好黑啊，是因为春天的问题吗？我也觉得很暗，因为晚上的问题。我要去找花彩，可恶！你头上不是已经有一个花圈了吗？那游戏声音好小。问题是我现在才16而已呢。哦，齿轮的机器在这里哦。我终于找到那个模组，把它摘下来了。白痴哦！我们现在很多齿轮呢。那个蝙蝠的翅膀它要坏掉了。对啊。你帮我做东西吃。你知道做什么啦？我不知道那可以做什么，我记得可以做一个武器啊，可是我忘记是什么武器。武器也还好啊。能饱餐一顿。嗯。啊、那个嘞，素描那些嘞。素描。对啊，我找到了。中国啦，我去乱种。哦，对，就做吧，没事，对不起。哦，不能种下面，下面会出事啊。老君那天问了一个很好笑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欸、我去找牛牛玩什么之类的。”然后他走出去就说：“他们在发情，他们在攻击我。”有啊，我昨天在车上有在聊啊，好好笑、哦。我为什么会攻击我？那时候看到红屁屁吗？红屁屁就是发情啊！那啊干。理智会很低，因为一直在下雨。因为秀秀一直剪。因为秀秀一直剪。没有啦，我好饿哦，怎么一怪就饿了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，我只能吃肉啊，我只能吃什么？那我没肉哎、欸，你要抓点肉。蝙蝠翅膀没了，不行哦。你可以吃啊，你可以啊，可以烤啊。快啊，你弄啊，快点啊，蝙蝠翅膀快坏了哎、欸。哦，好，那你走开。我滚吗？我滚就是啦。那现在你们蜘蛛草放哪边？还是老位置？对，还是老位置。好。啊，我鸟嘞。快啦，我要饿死了。啊，鸟嘞？对，鸟嘞？鸟。死掉吗？不可能。鸟会死掉啊。哦，你是没喂它吃东西是不是？哈哈，好像是。啊，你们这群。蜂蜡蓝图，你干嘛砍？你干嘛砍？我觉得他不够近啊。哦，那你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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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你砍。你的铲子嘞？嘿，工具真的上次都扔给你们了、欸，哎，我是个废物。你先跪下。我已经给你很大的空间了哦、喔。这样子够不够近？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完美。我是不是很棒？对，你赶快施肥让它长大。刷赛啦！阿北刷赛啦！啊？饥饿啦！那就回家。嗯。啊，血一直在扣啊！要出事啦！13、12、11、19、8、7、6、5、4，阿北出事啦！阿北在家旁边啊，阿北，怎么办？
你就过来吃东西回营地啊。等下你身上有没有东西鼹鼠会吃啊？没有。因为在发情。落水洞在往这里。哇，蝙蝠也太多了，很多啊。欸，不是啊，蜘蛛巢三层了哦。你去敲啊。我敲屁哦，你陷阱都没放好，干会冷啊。不是啊，出事了啦，太冷了啦。阿北出事啦！啊，我的那个什么保暖石还是什么东西的热能石。出事啦！不是啊，等一下怪物要来攻击我了啦！我觉得攻击你什么？什么怪物？你理智太低哦。对啊，低能怪物。热能石。为什么我会学的？你不是有不是有低能派咬你吗？不是啊。生存吗？夸张了。生存啊！要十个石头。我怎么会笨笨？等一下，那个笨笨要放箱子。为什么？谁会偷吃吗？不是，就是要烧的东西要放箱子。你的雨伞可以借我吗？我真的要变低能了。可以，借我吧，低能。等一下，低能知道怎么给？好好。是啊，雨伞在哪里呀？我怎么自己做到不见了？等一下去敲石头。生存，哦，生存类啦。猪屁股、树枝、蜘蛛网。我要去吃掉这个了。吃啊。是啊。我给你了，还没？还没。给了。哎，靠呀！哇，死了！哎，我怎么也被攻击了？为什么？阿滚，理智太低了啦！你不能怪我啊！我干了，叫你快点！干我第一次！洗的，你洗的卡哦！不用怕鬼啊！啊！捡雷的垃圾！这么快啊！下雨啊！反正也在打这只，我帮你们打、啊。你打的是他，你就会回理智了。可是我打不死，重点是废物。崩溃、欸！啊，我死！打鸡！这游戏好难玩。不是，我觉得。小鱼没好好带你呢，现在物资超不够的、欸。我也没有，重点是我自己也什么都不懂啊。对啊，我说小鱼没好好带你啊。我也是。跟迪夫哥么么哒。我要去敲石头。我要去找肉肉吃，好饿。繁星爸爸，一直下雨，一直失温呢。等一下啦，繁星爸爸在弄怪物肉了啦。繁星爸爸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在哪里？无情锤子，但你是这样很快饿的一个锤子啊，有 skin 的锤子啊。是哦。嗯。阿哭啊！阿哭那么惨惨，我靠！好屁哦！但怎么都看不到石头啊！
仙人掌。石头，你真的要的话，要去地底挖了、啊。没有，我这边找到了，挖掘。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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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打。为什么我找不到鸟笼在哪里？鸟笼？不是那个陷阱，就陷生存不是吗？硬啦，都死呀啦！快点！十七个怪物肉回来了，快点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厨娘，嗯，我身体在受伤。十七个怪物肉啊，你放在哪里？我还在路上。哦。我的胃酸过多。胃酸？我现在真的胃酸过多。我的胃扁下去了，我血在扣了。哦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，终于啊！啊，放里面了，你快点！你卡紧呢？快！阿伯又要出事了！阿伯，后方来车啦！阿伯，靠北啊！后方来车不是我的问题呀、啊！好假！安安，下午好。哎、欸，有开台啊、哦！我在开了、啊。默默的开台了。默默在你的身后。哦，这边的树好整齐，一定是繁星种的。守候的我，哇，还有谁会种？我就是耍废型的。嗯。因为东石大有改过版了、啊，现在变很多。欸、这是什么箱子？哦，因为太多冰块了吧？你说小鱼说冬天之前就赶快能够有冰块就赶快敲一敲，然后储存起来。对啊，我说这边也太过多冰块的痕迹了、啊。对。哎、欸，肉球不吃吗？呀呀呀！哎、欸，那是繁星的吗？我先吃哦，我三十五。你吃，你吃，他已经吃饱了。我没有到饱啦，我怎么可能会饱？谁把浆果放地上？是要被我骂是不是？有冰箱不放啊？对哈、哦，有冰箱哈、哦。放在地板上三角。恶魔花瓣是可以吃掉的，你吃会有问题。会有问题啊，啊会有问题。那放冰箱吗？反正现在就是拼命去砍木头，或砍石头，选一个。先要和浓厚的物质，你怎么可能会离开这里？想骗我？
像左下角那个很整齐的，就先不要去那个去理他，也可以理他啦，就是砍一砍。啊，我是怕你砍太那个伸出树腰来什么之类的。好、啊，那算了，我去。所以去砍远一点的地方啊。你头灯呢？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它有那个爬树。可是现在不是你们落水洞有开，那个就还好了。有啊，有开，它可以丢荧光果，荧光。荧光哦，哎呦，荧光果，哎呀，我也有，哎呦，哦，然后小块肉，小块肉，对啊，你一颗啊，小块肉，一口，现在。还需要再继续做那个热能石吗？现在不用。我现在记忆也是停在前年的记忆啊，它改版后更新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的花帽不见了，花帽就烧掉了啦，没有用。有我理智。木头应该还够，我现在去敲石头啊。我要捡多一点花，让我的世界变回明亮。你要不要先做网子去抓蝴蝶啊？然后蝴蝶种一种。欸，有网子吗？我有这边有蝴蝶。Hello。网子好像我们家有丢一个吧，还是老舅放在身上了？我身上没有，那家里应该有一个。哎，右上角一堆蝴蝶。我的，咻咻啊！我说对不起了，不然想我怎样？想怎样？没有啊，我们不能怎样？在哪里？没有，再做一个吧。家里有很多那个。蝴蝶农，你不要先把花都剪光哦，我会打人哦。我没有啊，我在敲冰块而已啊。好，你吓到我了。跟你讲一下而已，我会生气哦。没有，我刚身上已经有十朵花了，我就才两颗而已。花不会再长吗？会啊。对啊。但是它还是可以动啊。好吃的消失哦。干，没有食物可以让我吃吗？姑娘，家啊！你人不在家，我要怎么变动？但感觉要出事了。嗯。更新了作物季节跟耕地，对啊，还有海啊，没有了。所以现在是个白痴。我没有卵石耶。卵。来啦，小肉快啦。哦，仙人掌可以吃哦，好。
好，啊，你会先受伤，对啊，用血换宝石度的概念。为什么你的捕虫网那么可爱？啊，买的啊，拜托，超可爱，买的呢？开玩笑，公子大每次出 DLC 我都买，你知道吗？但都没玩。一种收集的概念。就比较可惜是之前有那个熔炉模式，那时候没有玩到那个积分很高还是什么的。那时候要有积分才会有那个有那个造型设定。默默在你的身后，爱猪，是啦，来。啊！哇，水母哎，会发光的水母哎！呜、哦！九级？九级？哎、欸，我们上岸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攻击！天哪，好嗨、啊！乌贼，我要死了！阿北出事了！乌贼上岸！乌贼，好痛啊！小鱼，我要食物，有没有？就刚刚我不是有一个？哇哇！一个弟弟的乌贼跳起来，对我喷墨汁。狗狗来了，完蛋，跑啊！叫屁哦、喔！完了，可以，我来。离开家里哦、喔，我会生气哦、喔。嗯，现在是会有活狗吗？不用啊，你哦，好，没事。我是，我想回去捡个东西，等一下。然后在远的地方盖个，再盖个萤火啊，石头萤火啊。不然没卵子啊！啊，我只是问问呗，那么生气。我身上有。你先把它盖。回远的地方要在哪里？那边就可以了啊，要离家里远一点啊，不然等下来个活狗。哎、啊欸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有冰的狗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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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冰的狗狗啊！不要砍我，没做错事啊！你在哪里？我、哦、看到了。超帅！萤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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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怎么在这边打？我现在没办法有萤火啊！我没办法有萤火啊！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究竟是牛在吹你，还是狗在吹你的？你在干嘛？那可以哦！你在干嘛？我觉得这边会灭的、欸。好热闹哦！这人死了，就是饿死的。哈哈哈！直接死在牛堆里，我操塞啊！这里，我死在牛堆里了。你完蛋了！笑死！哎，刚打那个乌贼给的啦，你们这个补一补吧。牛牛追我喽！是不是你等他们睡着嘛？等他们睡着再去捡尸啊？在想什么？哦，是现在啊，死了！蝙蝠在打牛。哭啊！你不要啦，他们还没睡啊，他们还没睡。妈，你们去死算了啦，你们通通都去死吧，你们。你困啦，你是咧？哇！哭什么？好了啊。哎，母牛回来了。我剪完就走，我剪完就走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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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剪完就走。你是不是很怕黑？我先来一个那个篝火在这边哈。你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繁星，干嘛？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傻爆眼。为什么？我的错吗？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你回家。停下啦。我看家里面怎样，我来看看。我怎么了？我要哭了。不然就独挡而已啊。
阻挡回溯而已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灯塔老具？你是看到那朵花吗？啊、对，那打掉就好了啊，什么好怕的？头灯啊，老具。重新吗？你的头灯。头灯，头灯不是重灯。来来来，哪里花在哪里？这是怎样？打掉啊，白痴哦、喔，这他还没长，还没长大，打掉啊！我不要跟他做朋友，他不是不，他是不是会再重生一次？他是食人花，那个老巨，他是食人花，哦，可以把它存起来。那有人饿吗？嗯？有人会饿吗？饿死了、喔。吃吃吃肉啊！你打怪物喽？很多怪物喽。如果老巨还是没有装到那个魔族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包包跟那个衣服分开的魔族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吧？我知道哪一个，可是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我看我就是把你们最爱吗？对，我把你们最爱都已经宰一宰了。嗯，不过他应该也是在热门的啊。为什么刚刚会有大肉？大肉，那个啊，扭牛的啊，扭牛死掉了，死了啊！我不知道刚刚玩了，在想什么。关系啊，死一只而已。你又知道一只而已。又来了，那个，哎呀，谁啦？那个多肉什么什么的，哪里呀、啊？就赶快先把它打掉，它现在没长大、啊。他打了，就还在家里呀、啊。他一直重新在家里，我没话多嘞。没关系啊，你就把他带去那个啊，青蛙附近啊。过分。就你发现把他铲除掉之后，发现他一大堆那个腐烂的植物。我在一个冰箱，有人有卵石吗？圆形石头。有，我放在矿石的里面。好。灯。哦，荧光果啊！哇，是种子啦，要死！燃料是哪一箱啊？这一箱。下雨啦！快死呀！嗯，怎么我的盈利是停用的？不可能啊，用。你就跟他说，是不是要我饿死？暴穷。有东西大家要记得上线登录哦，会有过年跟情人节的东西拿哦。是假的？你们上次就拿到啦、啊，他好像十哎九号、九号、八号、九号的时候会就有送。哦。那你灰烬放哪？灰烬放。你放袋子里，这不用才对吧？背包。不然等下。箱子被破坏掉，灰烬就飞走了。对不起。干嘛？你给我吃屎啊！其实我们可以去挑战龙吟了呢。还击。对吧、啊？其实龙吟硬 A 就过了呢，我们有那个排敌就好了、啊，就是那个什么。有啊。坎普海啸。对吧、啊？他要开大招的时候，给他吹一下，他就开始硬凹。可以啊，我可以。你可以怎样？我可以帮你们做食物。喂。喂。嘿、hey。
你怎样？我记得龙吟附近好像也有一个篝火，就是先把那个龙吟附近的那个沿江湖沿那个就是围起来，就是怕那个火焰的史莱姆来烦我们。那不然其实龙吟其实很好打，我们就可以不用生篝火了，会一个永久的火在那边让我们烧，还可以烤东西，就不用怕回来没有火这样子。好黑哦！我本来想说，那个什么龙吟是要拿来保命用的，没有，不用怕、啊，他好像四十几天又重生一次，因为每次 boss 都有每次 boss 的那个啊打法。像我讲最简单的打法就是领去给那个树妖打嘛，不然更早期是我们找到那个矿区，矿区都会有那种三层的蜘蛛草，啊，蜘蛛草很容易就跑出蜘蛛女王啊，就给他们互打。什么？我的？你的？我的 Don't Stop 一直没声音。我不知道。啊！哇！快点，快升！这下雨天火很容易就熄掉了。对啊，很合理吧？游戏就是做的这么真实。所以老G有没有试过你那只技能啊？技能哪边啊？你理论上应该会有技能啊，是你右下角这个右上角一个圈圈，那圈圈有一个是你的技能，表示说你可以使用那个技能的，发一个黄色的吧？没有呢。嗯，我的圈圈只有什么生存天数，就是那个时间表跟季节表。哦，然后在上面就是月亮的吧，白天的青蛙雨 ，no， 北七哦，怎么了？青蛙，一堆堆的青蛙。躲地洞吧，地表不能待人的，快跑啊！你们开的地洞就是……等一下，你身上有没有肉？没有，我身上有怪物喽。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躲地洞，我一定会死，因为我现在理智低到一个炸裂。下地洞会扣理智哦？不会吧？我靠！哎、欸，要独挡了。怎么了？那些青蛙把牛全部杀光哎、欸！被灭啦！有啦，还有小牛啦，完了没了。看啊，看你要不要独挡啊！我是觉得你们这张地图已经很可怜了啦，很可难了。我们下地洞了。我去拿那些肉。不要，我的意思是不能带肉，带去地洞不能带肉。可以带啦。就是放箱子不要带身上啊，什么寒冷了，就下雨啊，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，地表不能待了，青蛙雨真的很恐怖，快跑快跑，我只是没想到为什么我不知道死了没有，我只剩下六滴血。哎、欸、你们这地洞还不错啊，我没下过地洞，我不知道地洞到底好不好。赶快下来，就是牛那边有个洞，再不下我快死了，快冷死。你可以生那个吗？你有原石吗？卵石，一颗而已。我来了。我刚刚直接看，怎么还在冷？就底下也要那个生火啊。干错塞，没木头。
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已经讲四次了。我在，哎，你知道他载地洞要 loading 一下哈？哦，火焰鸡蛋，我的锅子下来了，完蛋了！哇，废物哎、欸，雷爽没尼克，尼克现在很崩溃，尼克帮，尼克等一下一定会被李子怪物攻击，然后我一定现在吃在地洞里。你快一点，我记得你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回，哎，我现在可以回去是不是？可以啊，然后我顺便。嗯顺便什么？你动，你搬不动我的尼克锅子。干我的理智怎么越来越低了啦？我点哪尼克？尼克都 staff 没有回应。不是啊，你给他一点。我在载入了，我在祈祷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回来了。尼克，快点，尼克，我剩19滴血，尼克。你要我干嘛？你要，你赶快生个火。有了，要知道可以死在旁边，不用怕了。对，我要拿什么东西？我复活之后要拿什么东西回来？什么东西？你赶快过来就好了吧。肉吗？哦，冰箱有肉球，全部肉球拿过来。繁星爸爸。你下啦，我很紧张，感受得到了。开心爸爸，就是你往我这边拉好不好？你可以给我尾刀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怎么知道尾刀？看血量，你不要。哎、欸，看，没有树木吗？哦呀，上面没有青蛙了呢。好，哎、欸，尾刀，快尾刀他！哦耶，谢谢繁星大大。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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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赶快回来啊！你要回来啊！我现在在连结。带一点吃的，你有带肉球吧？有，我带着肉球下来，我带着肉球下来。我快饿死。他是要打谁？好像是我哎、欸。好呗，啊，弟弟在下雨了，啊哭啊！弟弟还会下雨？肉球，你先丢，快点啊！救命！我被两只，我被两只李子怪兽丢了，丢了！换你了，繁星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！换我什么啦？靠腰，没下啦，李子怪啦！哦，好，不追我了，不追我了，不是追我的了。你太坎坷了吧？不是啊，就说你都没好好教哦。所以这个砍的会，那个会掉蘑菇。我要蘑菇啊！也还会掉网子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砍那个树吗？蜘蛛，蜘蛛，不是不是，那边是蜘蛛巢。那边蜘蛛。我操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哎，我的肉球不要给你们吃掉！你硬过来，硬过来！不过我雨伞。得得得，继续赢，继续赢，继续赢，很棒哦，很棒哦！还一个嘞，好了。解除。截图。解除，危机解除。太好笑了！哇，没有我你们怎么生存的、啊？就混吃等死啊、
回地表吗？我想要采一点蘑菇素。我想要，哦，算了，你们采吧，我先回地表。不行，我很怕，我要回地表。我看到蝙蝠下来了。蝙蝠还会下来？我看到蝙蝠哦。小鱼回去了吗？我回去了，我在屋顶了。我等一下要无回应了，等一下要无回应正常。我那时候跟你们玩也是读超久才换，怒到气到换电脑啊。那时候才记得跟男儿玩吗？然后读只要读三秒钟，哎、欸，三秒钟还好吧？我刚刚无回应了差不多十。我那时候也是啊，我那时候读了快半不是半小时，半分钟，哎、欸，半小时。你想想看，刚刚小鱼就喊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来了，我要来了！”喊了一分钟、欸。对啊。我现在还要来了，我现在回去地面了，我还是无回应。你还没回到地面吗？我的路比较远。我们的牛牛剩一头幼牛，但他也不能反应。右上角那边还有牛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看到希望了，还有一头小小牛。我是一只小牛。然后那个牛自体繁殖，牛牛有吊脚，至少要两只啊。不是的。哦，还有两头牛，可以了。哎，有人找到大象足迹哦，应该是繁星宝宝。繁星宝宝给我们吃肉肉了。那我的武器也快坏了。给你我的。哎，这是道具哦。那我们旁边这边好像垃圾堆。你知道你在住垃圾堆啊？去哪里？婉君，你要去砍一点木头回家哦。好哇，那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砍木头，对吧？生物啊！哇，现成的吗？这么好？什么东西？在打触手。我？那他有丢棒棒吗？好呀！你不要死掉哦！我靠！妈的！我剩八滴血。Everybody！耶、yeah ！我比你多一滴，我四十八滴，你们欠臭皮吧？好、哦，离线了，我带着这群肉走了，拜了。哎、欸，拜不要啊！我是劝你回来啊！我是劝你好好说话。我死了快乐，大肉，我先去钓哦。我钓满了。你大肉吗？我大小都有钓。你哎，牛肉，小龙抓到了。怎么抓到了？哦，鸟农啊！鸟农，乌头，来了！哭啊！我操！怎么了？饿死了！不是啦，有两只，一大一小啦，烦死了。要看冰箱哦、喔欸。第一次死哎、欸，我好难过。
最近作为一个游戏实况主，一个难过，我不玩了。哇，你太脆弱了吧？我很脆弱，你才知道，把肉都放进去了。等一下吊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在家死掉麻烦，真的把自己骨架拆掉，不然要一直卡到，很难过哎。哦，拿我拿锤子嘛哈。所以要做锤子是不是？就放地上啊。锤子也很棒啊，不是锤子很棒、啊，就是骨粉很棒啊。有人要被咬了，有人要被咬了啊！好爽哦！好爽啊！不要啊！就看到底子往里面冲下去，一下呢，一下而已耶。啊、好爽哦！自己死掉，自己死掉，自己敲掉哈。对啊。绕口令啊！什么绕口令？欸、我们的那个石头也还是不够，不够啊，一定不够啊！你说地洞里面可以去敲石头？嗯，可以啊。我好难过，怎么这样？因为地底会地震，那个会如果会有地震还是怎样的话，地底就会掉很多石头跟宝石。嗯，对啊。太白痴了吧！蜘蛛，我多煮一些蓝色蘑菇吃掉。哎，那理智太低，那烦，又在追我。我现在变黑白了就算了，还追我，七七七，祝我健康，谢了哦。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不要祝我健康。欸，我想要重登一下。你想干嘛？因为我的 Don't Stop 没声音，你是不是很脆弱？我不知道他冲过来揍我。你是不是很脆弱？也不会有声音吧？哦，也会有哈哈，那个声音吗？对。那我帮你配音吗？你需要看怎么看？你就荧幕分享给我，看到你理智低，我就说。低能，真的很烦。好了的，哎呦！李恩，拜拜，李恩，拜拜。我要去继续我的伟业。今天礼拜几？礼拜一哦。礼拜一啊，今天没有轻松生存。为什么？有些还在回家过年呢、啊。哦哦，对。上礼拜已经有讲了。嗯，啊、他这边在看啊。我看，那、哦、我哎、欸，我很忙，我真的很忙。哦，我又没逼你，我没怪你，奇怪，我说你没看，那是不是事实嘛？你在怪我？对啊，你就说对了，你在怪我？对啊、欸、有没有尖锐的石头啊？有啊，在哪里啊？我放箱子啊。哦，你说碎石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大象足迹碎啦！才一个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有很多个啊。等一下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我身上这边有十九个，我还没丢进去。哎呦，有十九个。有吗？你也找到十九个是不是？有，箱子里面的。Okay. 好了，出发了。哦、如果你们下次要再重开一张地图的话，我不玩这只了。很难玩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会难玩啊，是超好玩，好不好？新手就是应该玩这只才对啊。我终于有声音了，好感动。不是啊，那个啊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你那个塞洛加要挂很多，你都骗我。哎、欸，我没有骗你。
我要维持我基本生存。没有，他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他每次都怎么讲？我每次多灾多难哎。对。我补假，烦哦。Everybody， 哇，猪猪这边有好多青蛙腿啊！我找到原石在哪里了？不知道谁有个包包里面有原石，有一大堆资源。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崩溃。嗯，还要带腿推回来了。怪物肉先不要烧、哦。会啊，我要拿去换那个大肉，换大肉给那个猪人吃啊，猪人吃变成那个嘛僵尸猪布林之后，会掉一个屁股跟两个大肉啊，你都忘记了、哦？我都忘记了。确实，他真的很会。挡路的会卡的，把它放远一点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来台湾？他一直都想。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你基本上我能来，就是我马上就会过去。钱什么的我也不管。安安哦，来来来，又有大肉了，又有大肉了！白痴，我吃掉肉啊！我吃生肉啊！不羞！不羞！你也可以把那个啊肉拿去给鸟蛋烤一烤，拿去给鸟蛋，就像那个小肉，你可以拿去烤。要烤过他们才会吃。不啊，生的他们也吃啊。真的吗？哦、吗？吗？又捡到一个地精了。在对我妈妈？很恶心哎、欸。你知道我看过你睡姿吗？在车上看到你的睡姿，你知道多？因为我多恐怖吗？一个脸，他的一个荧幕超级大的。哦，对，我知道，不是哦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可以。那情人节那天，把老师借走。你还敢讲？你那天也不在家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的天，我的天，不是因为你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，所以我如果没约老屈出去的话，你会在家里陪他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当然呢。没办法，我就是那么过分。还有僵尸，石头的箱子，然后再说。丢石头 ，OK， 40颗满的了。牛角哦，牛角是那个皱的，那个。然后我刚刚还捡到一个地精，地精可以叠加吗？不行，可以，我不知道哎。可以组合叠加，然后
记得以前有一个可以补血的。我补血的鱼膏，你去钓鱼啊？我不敢。啊，就附近放那些陷阱就好了，你那不敢什么？不敢离开家里。我理智好低哦。哦，对哦，我的花圈已经备用完毕了。啊，怎么没黄金了？有啊，黄金没有找到，找到了。刚点，这游戏画风很酷，这游戏就是救命啊！等一下！我天啊！你要被追了吗？对，我需要视野。我的眼睛附近充满了血丝。你血压太高了，眼压吧。晚上没睡觉。下面冰箱有那个。哎呦。下面冰箱有吃的。哎，是谁那么棒，一直帮我采收那个肉干？我啦，可惜。我啦。好啦，你啦。啊，是我啦。傻眼。记得帮我补回去哦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刚刚想再看他们好了没，好了，我就是继续挂着。啊，请我的怪物肉嘞！怪物肉变成蛋了。你干嘛？哇！我还要去换？我不是，我是指你的青蛙腿可以换成蛋。哦，那我现在换成蛋。你他妈的，我要去。哦，老朱，你看他啦。他每天都在看我啊！低能啊啊！青蛙腿换成蛋，就青蛙就鸟吃肉的话会变成蛋啊。那我丢个青蛙腿在地上，要给他吃。你为什么不直接给他？你直接给他吃啊！你直接给他哦！你要好好教他啊，他新手哎、欸。给雨，我靠！这雨好像有点大、啊。然后蛋，然后放冰箱，食材冰箱。这游戏画风很酷哦！你在刚刚回这个哦？对呀、啊。玩那时候也是要跟兰兰玩这个的啦。如果说他改过之后就变得是新手的生存，就只是在旧版的时候。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他要上班，因为这个也是玩都要玩很久，他没有时间经营。下次开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所以先挂着。那现在跟他们玩，玩到变比较强一点点之后再去跟奶奶玩。啊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陪练的状况就对了。不是，顺便带你啊！啊，我现在也是回来熟悉啊。想做一样，对啊，陪练啊。欸、好湿哦，等一下哇。好死哦！考一下，打雷咯！还好我有做避雷针。不是你没做，我会骂死你哦！咖喱没死，我60%啊！我太饥饿了，植物师。下面有冰箱啊？为什么？75。20，这个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请问你们那个 boss 的眼睛有在哪里吗？在哪里啊？怎么不做那个头戴的帽子？这是要干嘛 ？boss 眼睛在哪里啊？帮我做啊！我记得有一个，我找到，得到一个新皮肤。哦、嗯。皮肤。5块在哪里？好的，5块，我好像没有敲过5块。找到。为什么一直做我睁开？啊！哈哈哈，有造型的。喂，这看起来像风之谷，拿着王虫的那个眼睛壳。
哇，理智疯狂下降啊！你要不要自己做雨伞啊？我给你雨伞。好了，我要再去出远门。有远门啊？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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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！武器嘞，这里。哎呦，这个是 BOSS 的眼睛做成的伞。哎呀，我又盖歪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没差啦。啊、你们有没有做针线包？没，还没。哦，好。你做一个。做一个。啊，去做一个。我现在很想笑，就是反正说有没有做什么，我当然都没有。我就是一个。我以卖快村民来说，我就是那个白痴。不会啦。诶、欸？呀。象棋也开始就是刷那个，应该有狗狗的那个吧。狗古种那边就可以刷很多狗牙，然后我们可以做那个狗牙陷阱，就这个，我放在这个帽子旁边，它是可以修那个热能石跟衣服、帽子那些东西，耐久度，然后快坏掉再去修，不然它是一次有修一个趴数的。你说什么东西是修的？那个魔法帽子，就避雷针左边那个。哦，对。甜甜的时候，哎、欸欸。箱子在哪里？箱子，那个、啊、建筑是吗？建筑锤子。嗯。我来看。我理智又好低了，三个木板。你要不要做那个啊？蘑菇农场。我没有那个石头。到底是缺什么石头啊？木头，对不起。什么木头？噩梦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。找啊！我记得我好像看过他。不是我吧？还是你？我看那只东西好像想靠近我，因为我27了，有点怕。他等一下就冲过来走，我真的会哭哦。我很脆弱哦。我知道。看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做什麼？哦，我可以回50理智了。干，我知道了。叫屁哦！干嘛啦？干嘛啦？被打了啦！你叫的好，被打是怎样？没事，给打。我两个带两个蔬果，不是可以喝那个李可什么贝壳啊？不是可以回50理智？啊，我怎么知道啦？那是你的角色，又不是我。哦哟，他就没玩。哎呀！啊、不知道没啊？这奇怪耶，奇怪耶，怪呢？哈哈，我靠！欸、大肉上面晒一下啦！刚刚天黑呀、啊欸，冰块还需要吗？要，你要吃小肉就是需要冰块。到了夏天就知道冰块有多重要了，就发现冰块够了。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。我是欠你们
这边有一个落水洞的那个。哦，不要敲，不要敲，不要敲，不然你很常出门就很危险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先保有，我跟他们玩的时候都是只保留一个落水洞了，不然你最后是蝙蝠满街跑，啊人们满街躲，这样不太优。然后小鱼满街叫，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前面进一句话，你应该讲他妈的又是蝙蝠。哦，小鱼之前玩这个脏话可多的哦，看，马上被卖掉。不是啊，真的啊，不对，温玉，不对，动不动就妈的又是谁？妈的蝙蝠啦！过分，我在家里好好工作，很勤劳啊，他们为什么都有办法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引回家里？有牛变多了，哦，繁殖那么快，嗯，哦，火力值104，水哦，我饿了，又有塞子，下面冰箱啊，下面冰箱只剩荧光果，你要吃荧光果干你？是假的，只是荧光果，荧光果，再做一个果子。哦，我想要木炭，没木炭了。过。你看上面的那些好了没？上面的那些。我直接吃，我直接吃大象鼻子。啊，你就是大象鼻子。不是啊，你也可以做事啊，你去砍，你去烧木头啊。好了，我去放火，去放火。上面有大象主机，上面有大象主机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现在肉一大堆了，你在急什么？哈，你倒是说说啊。你好凶。我就凶啊，怎样？我不喜欢你凶我。嘿嘿，你不是很想念我凶你吗？我靠！你不懂不懂？你为什么要凶我？好像是呢，喜欢被我凶好像是另外一个啊。哎、欸，有树妖啊啊？怎么？你们怎么会引到树妖？嗯，没有啊。有啊，我完全没引过树妖呢。没引过啊？还是因为那个陨石砸一砸砸到，没有，陨石砸一砸砸到树妖伸出来吧？那我就不客气烧树喽，树妖。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。哎呦！哇，你这是怎样？机制歌王？那机制歌王？就是你脑袋里很多音乐。不是啊，这首就真的是以前的歌啊，啊，只是最近又是因为抖音又突然红，还是这样，还是什么选秀节目又突然火起来了。你要点这个没事吧？我很怕我点到，然后就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森林就没了。你就离远一点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那个啦，你来右下角啦，这边有个挖矿的地方，再下来一点点，不是有个那个吗？养那个动物的地方。没关系。啊，都不讲啊。我不能离家太远，因为不是啊，因为我不能离家太远，天要快黑了。你又不是没有灯，想骗我？不想离开家里，玩这只就是不想离开家里啊，错的，明显吧？那你应该玩娜娜奇呀、啊，娜娜奇在家里就好了，人家喂她吃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更有道理吗？可是你也有人喂我吃东西啊，你有老居啊，老居不，要教他、啊，我都只吃他做的东西啊，我靠，那你将会饿死。我已经快一年没回台湾了，尼可小蝶，我不能吃尼可小蝶。你在笑，我要拿锤子敲家里了，然后再离开游戏。在笑啊，在笑啊，安静在笑啊。
干嘛在笑我？啊！胖子，我靠！啊，有点过分，我道歉，胖子。谢喽！哎，我是废物，养我。你刚刚在烧哪里啊？哎，今天是满月是不是？还没，还没，下一天才是。哦，是还没晚上。喂，尼克，我在外过夜喽。尼克。不用怕啦，这边有那个。上面有那个啊，热球啊。我们以前会有分熟食冰箱跟生食冰箱。对啊，就是熟食跟生食啊。对啊，你要跟他讲，他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这边有蘑菇农场的蓝图。你知道那蓝图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个就是说，你吃掉之后，你不用做它，也会学会了。因为每个东西都是要做过之后才会学会。啊，如果你有个蓝图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吃掉，你就可以学会了，就可以在野外直接走，不用那个机器，不用工作台。哦，这个我怎么吃掉？就不用回到家这样子。我吃掉。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是做那个浮标的吧？对啊，那你要做那个制图台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啊啊！是给。你给那？啊，叶子是可以吃掉的。什么叶子？没有，我刚刚在那个沙漠区，我刚在到处挖甘草捆，那什么，滚草。嗯，满月了没？明明看不到，家里的木材还有吗？还是没了？没有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一个可怜的小鱼在这。不是啊，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你就是这里面最没在做事的，你知道吗？谁？我吗？对啊，哇塞！不是你，我讲这个游戏像现在这样子玩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就是每个人都要负。哦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懂我在讲什么。他负责在做东西给我们吃，不是吗？他做的东西我也会做啊。对不起啊，就是你一个包，但我做不出来啦。所以小鱼去砍木头。好，马上去。对啊，你要肉我去弄啊。还要物资的话，你们要弄啊。哦，这个猪槽我要改位置，好远哦。我没有凶你哦，我真的没有凶你。我知道。干嘛？怎么了？我怕有伤口被拔。一万安安。没事，你看没事，东西。没有啊，是啊，我正常被靠背是靠啊靠背 ，win win， 靠要新台的 mod 小鱼，看谁到底要闹屁事啊啊！没有看有一个奇怪的鸡还是什么的鸡坑，它上面是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火鸡幼崽吗？火鸡应该没有小朋友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哎，什么游戏？感觉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这已经不是我熟悉的游戏了。真的？哦，知道了，那个村王是不是长像鹿的那个鸭吗？啊啊啊啊啊！啊，你是说那个鸡身边会带电，是不是有几只小鸡吗？小鸭，哎、欸，哦，干，那个那几只小鸭死掉之后才会召唤村王。爸都要就去吃家里的食物。干超赛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，还回来啊？欸、出去就都要带至少三个肉丸哦，你。我可以吃大便吗？吃我也希望你可以吃。我没想过你会想到这个问题。
我应该会在家附近死掉了吧？又来了嘛？对。又讲食人花，我们家怎么已经长三个了？哦，我们那边是风水宝地就对了。十二，我回来啦！肉肉下面，然后就哦，下面冰箱有肉吃。哦，干！哇塞，压底耶！啊，如果你肚子啊会很饿的话，你可以去吃那个，不是理智太低，你可以去吃那个尼克小碟，那可以回50理智。就那个冰箱很像卫生纸的，我觉得它像呕吐物哎。然后我抓到一只蝴蝶，刚蝴蝶是不是可以吃啊？蝴蝶可以做料理。那所以我蝴蝶放冰箱吗？可以啊。你看到只要后面有那个保鲜，那个就绿色那个保鲜度的东西，绿绿的都是。对。那恶魔花瓣需要丢进去吗？恶魔花瓣是做那个染料的，那就给它染掉吧。那个其实，那就是可以做成那个噩梦染料，那个就是我们打理智怪会掉那一坨，很像史莱姆黑黑的东西。然后齿又带了一些齿轮回来，腼腆的啊，叶子要冲他响，我有叶子，那个风滚草拿到的，哦，我也不晓得那是谁。知道那个蝙蝠会不会从对岸跑过来揍我？对岸吗？你是说那个对岸吗？我靠北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家对面上面蔡瑞家对面不是有蝙蝠？不会啊，他不会渡河。你的想法我很欣赏。多汁树的果实是直接这样种下去吗？你不要乱种，不要种在家里，家里真已经够丑了，你还乱种。哦，有毒鸡呀、啊！放开那个冰箱，女人。下面冰箱不是有吃的吗？我要放东西进去。哎呦，现在是看不起我带回来的肉咯。没有。哎、上面从浆果那边，它有一个怪兽足迹，不是怪兽足迹、啊，大象足迹。知道，我看到了。松果。啊！哦、我帮我给点东西，你补理智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呀、啊？我。嗯。你要做什么东西？我会不理智，你跟我说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我的食材书。有手收。哇，老君剩9滴血。慢慢回复喽。啊，那个嘞、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下面踩那个。啊。蜘蛛腺体放哪？某一个箱子。我们不是一堆全部放到上面去了。哦、到了。腺体是回血用的。然、哦、后、啊、我放进去了。然后加那个灰尘，灰尘在那个背包里。那个地上的包包，一个包包。保存矿脚快没有了、
确实两个树枝两个。哎、欸，脑震荡是要看哪个科啊？我就头好晕哦、喔。不敢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怕啊，还是因为就是想太多，疑心病太重，然后自当自己觉得哦，我就是头晕，我就脑震荡了。就跟你晕车是一样的意思了吧？不是，整天撞了那一下，震了一下之后说哦，感觉真的很大吗？我不知道，其实很大啊。那时候撞了第一下，所以说我才会很压抑啊。老句。你看你的伞还有几趴、如果它很低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那个裁缝包去修它一下。OK， 所以你在砍木头嘛？那我继续去找那个矿石类的。啊，矿石不是下面有一坨吗？对啊，那我顺便去探一下地图，看还有哪些地方。啊，树妖，好、哦，巴豆妖，好、哦。对了，种树啊。树妖，然后巴豆妖。你在哪里砍树？左下角，你就那边那个啊，种树嘛，然后种一种就，我记得啊，砍两下跑了、啊。大的话是四下，小的话是可以五下，好险都是三下跑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但我被砍。右下青蛙鱼是认真的吗？老七，我不行了。不行什么？哎、欸，老居、欸，嗯，你过来，老居帮我盖个萤火。你的位置在哪里？你在下，你的下面。哎、欸，对。青蛙，帮我盖个萤火。盖、哦、盖。你不要靠近那树人，那树人看起来就很不妙，你还过去。哪一只？看我这边只有大萤火可以用哦，我还插草。等一下，我去拔三根草我。我身上有，你捡我尸体好不好？那个草这边一堆都，他被雷劈到了，白痴哦！哈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没法盖、啊？你干嘛？我马上自己用就对了啦。我不是，不是地上有一个肉丸吗？我傻眼呢、欸。不要，会死！啊、哦，好，你会打来、啊？我会打、啊。可是我刚刚真的不行，是因为我真的没血，我被他喷一滴，然后我卡了一下就没事，就死掉了。我会打，我刚不是说我会打，那你打，打了你打，哦耶，可以做那个咕咕了，咕咕木材。啊！我的怪物肉怎么又不见了？我不知道，没用。我的怪物肉，我想去弄猪人。算了啦，没关系，大肉也都够多了。老君，你那个趴数不要等到零哦，你要差不多十几、二十，你就可以去用一下了。那个裁缝工具，他说裁缝工具，对。
噩梦。要边边跟坏掉的食物啊，没有坏掉的食物。画板呢？这个只一个吗？哦不，我很多个。要，到，好，好，现在还有萤火虫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吧。那如果我要去地底的话，需要萤火虫。地底就有荧光石啦。嗯，不是啊，啊，我怎么探路？你是白痴哦。你是白痴？没有头灯吗？就是没有啊。做啊！这是萤火虫啊，你是低能哦。哦哦，那你拿我的头灯去啊。我能带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哦。想说这带过也太恐怖了吧？啊、可以、欸。哦，陨石来喽。这还好吧？这里。就还好吧，还好吗？我知道还好啊。有点可怕、欸。我靠！哎、欸，我看到好近哦。东西小。哦，雨停了。你先去砍木头，先吃个肉肉。欸、你带大肉上来一个而已，哦，两个。上面好恐怖哦！哪里？陨石炸过，真的超夸张的，还在炸陨石。住人家？这里怎么会有住人家？是你盖的吗？盖的啊。那是我盖的啊，不还有谁？我们没有很低能，为什么画面还是黑黑的？
哇，干嘛？没有，弟弟找不到想要找的东西。你刚进弟弟，然后我就一顿一顿卡一卡的。现在吗？刚刚，现在就还好了。满月，你确定不回家？哦，我回家。叫格罗姆。对，不用我啊，你自己也可以过去，那边没租人了。我不知道。怎么啦？我是个成熟的大人的。不是，我还是个小孩。很、都会做饭了，还都开火了。你要去哦，我真的还在地底，我要找兔人家，这样就会有固定的那个啦，蔬菜跟肉了。哭啊，这边有萤火虫。猪猪家在哪？左边。哦，看到了，我靠，好远哦。到了。不要啦，对，兔人他要咬我，打他。咦，这个兔人窝，手机嘞？怎么那么多啊？又高哦。又高哦。兔兔嘞。好，回去。去找你们。怎么那么多？我不在家，老君。好。你在家只能翻翻冰箱，没有吃的了。冰箱的东西自己微波。我自己会微波食物。因为我才刚回到家。我回来的，就踩到一个兔兔家。好多萤火虫。今天满月，不需要生活。你不是说没有狼人？我哭腰啊！我说没什么吧。等一下，你在哪来救我？我不知道格罗姆在哪。天哪、啊，在偏下面一点啊！他没有到那个很上面哦，他没有到猪人猪王那边哦。你为什么凶那么大声？我救你，那边又来不及。看一下哦。你看一下蛛网位置对不对？嗯。你小地图打开就看得到啦、啊。他在蛛网的右下角的道路。我跟你说，哦，看到了，对。你说。
他在追我。干，我被砍了一刀了啦！有没有捡到啦？捡到了啦！我来了啦！你走到，你是不是在走道路啊？对啊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没看到你啊！你在哪里啊？猪猪家？你是我活下来的。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就问你在哪里，我都走过来，我是要问你在哪里？我在道路。看，还你啦，你的安全帽。谢谢。麦当，谢谢。还需要拿芦荟吗？可以啊，要啊，多多益善啊。反正那个不会烂。我开到四点哦，然后只是小开一下，陪他们玩。好，好，嗷嗷嗷嗷嗷嗷！你饿了吧？他被触手打了，这个声音。我被皮鞭子打一打。雷谷的披风，呀，萝卜会不够。萝卜我有两根。啊，你给我，我刚好缺两根。我来了，感谢依依的超级留言，在地上，不会给我，不想给你，是谁？那个塞肉架，拿了肉就不放回去。我是不是下地洞前有跟你讲说记得带两个大肉上来？没有，干，尾巴差两根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那冰箱的。冰箱胡萝卜不要动到哦。知道。我要再下去地道，哎、欸，安全帽再给我一次。嗯，我就在下路捡那边。所以萝卜不够，然后我路上有看到萝卜，好，我再采。不是啊，不是怕不够，是怕它烂掉或者被煮掉。我再下地道。它下地道，所以会卡一卡的，那是正常的。月亮菇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
啊，没带石头，这边好多卵石哦。没带石头，你说没带稿子、啊？对，没带稿子，好多卵石。对，我刚刚敲了蛮多回去的。好，我也有身上我有一堆啦。好，还是好像卵石挡一个入口，不让我们进去。那只是什么？回礼制的，可以靠着它。肉干可以吃哈？可以。如果你是饿的话，就你单纯是饿的话，你就可以等我煮肉。啊，如果你什么都缺的话，就吃肉干呗。這是什么？香菇人。我差点太大了，完蛋。嗯，那旁边树会烧起来，是不是？应该还好吧，没有到那么夸张。好吧，不要紧。然后一下扁扁，它扁扁可以拿来生火，也是超大的，也是生火用的。然后它就睡觉，就可以趁着它，然后它就会回礼，慢慢回，回不高。那它也很脆弱，狗狗来的话也会去咬它，然后死掉之后，我们要再去同个地方去找它。那、啊、怎么兔人的家这么难找？兔人，对吧、啊？地底下一个人。哦，那、啊、你这样带肉的话，他就会攻击你。有密包吗？什么？有肉球吗？啊，你接过我的冰箱啊！你卡在我冰箱前面，然后你打开我的冰箱，问我有没有肉球啊？我就煮给你。干，我是不是很凶？嗯，超凶。干呢、欸？我刚刚突然发现自己好凶哦。热修修也修也修，剩三天了，春天。干，夏天要到了。嗯，要做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很热嘛，就要做一个吸热篝火。吸热篝火，你吸热篝火的就是你要不要？不是，对不起。吸热篝火要用，然后反正你解释给他听，我不会解释。反正他是吸你身上的热啦，啊，只是我们都建议先在家里先各做一个，先不要摆出来，像你在野外就不会怕烫死，懂吗？就是你就不用。就不会需要说要在野那个回到工作台这边做东西，哦，放在身上用的，对啊，哇，要饿死了，没办法，先回去。理智又低，找不到兔人，哭、啊，吃不到尼克小蝶。是啦，主要是故人的那个家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曹捆的那个舞台姿势的那个被打掉了。你说那个被陨石打烂？哇，没事啊，再补就好了。
啊，肉丸嘞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你不好意思，不是啊，你不只要做吸热篝火，你要做那个啊，雪球机耶。我知道那个雪球，等一下好吧，拜托你。我等你啊，没事。放不出来那个吸热篝火，这边东西太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一下，那棵树砍掉呢？可以啊。这边嘞？这边不行吗？这边不行。你把那个关掉嘞，那个网格关掉。我不知道怎么关啊，问一下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对到在这里，其实在这里 ，OK， 就好了。我们再种一棵树就好了。针线包，官方这样。放格罗姆肚子里，不格罗姆啦，一直喝。好嘞。雪球化石只需要冰块零件跟冰块还有吗？冰块，我差四个冰块。所以没了啊？还有冰块吗？有啊有啊有吧。下面好一点啊，我一定去采冰块。现在可以做一个出来啦。做啊，你不做的话，掉的是你哦，阻挡的是老居哦，反正不会是我吧。你确实。然后夏天就开始也会有那个火焰狗狗了，老子。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会开始做狗牙陷阱，就是狗踩到上面会受伤，不是啊，生物踩到上面会受伤。然后我们以前就是刷超大量，不会啊。然后我们是做超大量，然后那时候遇到东王那些，我们也就是直接用狗牙陷阱，让东王在上面就是走台步走到死掉。哦，对啊。晚上四点喽。对啊，我要关台了。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感谢你们下午的收看，晚点会开的几率很高啦，毕竟我要开始好好赚钱了。对啊。好啦，那我们晚点再见喽，各位晚安。今天没有 Amigo， 不是吧？今天没有轻松高效，所以晚点会开什么？也可能跟他们继续玩这个啦，不一定啦，所以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各位晚安，感谢收看啦，啊，先陪他们度完这一晚吧，晚，我现在在这边的工作就只是负责在打肉，对啊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其他事，就是把一些以前学会的东西。目前先拿来用一用，那新的东西之后再来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